场设厂，走进原产地东阳红木工厂直销，因场地租赁到期，9月14号晚6点准时打包撤场回东阳，为最大限度降低返厂物流费用，减少装车运输带来的磕碰损失，现场剩余家具不计损失，就地大转货，统统一口价抄底，仅需18000，绝不补货，绝不延期，数量有限，速来抢购。走进原产地东阳红木工厂直销的活动开幕以来，一直都是处在非常火热的状态之下。大家都知道啊，会省钱的人买东西，那必须得学会捡漏啊。咱们江西人现在有福了，因为活动呢将会在9月14号撤场。那么现在全场的家具正在不计成本大甩货，划算程度也是让您意想不到的。红木沙发18000，餐桌18000，顶箱大柜18000，茶台18000，饭台18000，蘑菇架18000，多种材质，多个款式，撤场前统统18000。我说了半天呀，感觉到这个地方的价格啊，真是不一样。比如这个六件套，它用材料是酸枝木的，它成本的材料应该最少得2-3万吧。再有工艺价钱成本呢，还有运费，它都给省略了，卖18000，真是物有所值。包括这边这个茶台，从用料、从做工都是相当不错的，它也卖18000。我觉得这次他们厂家真是诚心的销售，包括我后边到餐台，你看7件套18000，也就是顶多将将够材料价格。他们这个厂家的家具，工艺好，材料好，反正我觉得真实惠。18000能买到这么好的、性价比高的红木家具，真是太便宜了。厂家的直销也便宜，东西也好，也实惠。啊，真的，我们国百姓们就图了个实惠。赚了很多地方，就他家的货真价实。这人太多了，这家具真便宜实惠，和电视说的一模一样，货真价实，值得买。特邀中国收藏家协会秘书长王连琴、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冯文土、中国非遗文化协会副秘书长王向东亲临现场，为消费者把关，帮老百姓省钱。现场锯开红木看材质，沉水试验见真假。这场活动从最开始的15000多件到现在仅剩1000件了，最后的撤场阶段，只要能把拉来的家具全部都清掉，哪怕是亏本也卖。赶在返场之前捡漏的朋友也是非常的多，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所剩的红木家具已经不多了，很多地方都已经搬空了，因为实在是太划算了。这么高的性价比买红木，机会可不是天天都有的，想要省钱捡漏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来啊。平时高不可攀，撤场18000大抄底，最后甩货来捡漏，想到就是赚到。7天无理由退换货，3年免费维保，成交即可报销，往返路费。撤场时间9月14号晚6点，活动地址南昌绿地博览中心B1馆。提报你当家上海一把的，欢迎准点收看浙江帅丰电器冠名播出的提报当家，举手之间厨房无烟，帅丰集成灶就是这么健康，跟提报当家就是这么开心。我下次又跟大家见面了，今夜的节目这样进展，老阿子先来给大家今日观点。贫血到底啷用办？专家的思路又不太难，你要治上病有讲究，营养搭配还不优，高中年限吃过瘾，美食修改不得灵。我们经常啊，一个人呢蹲的时间长了，突然要站起来，就会流光针，我讲眼睛会发黑，哎，各种情况，照得稳就是贫血了。其实贫血呢，除了这些症状，还有其他个，估计啊有些贫血的人还不晓得，所以今天我们的养生健康就来挖一挖贫血。不知道生活中的你会不会遇到和阿芳一样的情况，蹲下来再起身，眼冒金星，这究竟是不是贫血导致的？我们还是去问问专家。一般我们这个贫血呢，大部分是缺铁性贫血，一般来说跟我们这种造血的原料不足啊，还有我们的铁的吸收障碍，还有一个慢性失血都会导致贫血。那么一般在这个妇女了、婴幼儿了身上比较多见。那么一旦导致这个贫血，就会出现他这样的症状，头晕，身体痛呀，奇嘞奇怪了呀，就眼睛冒黑。那有的时候稍微挤一下什么都会头晕啊，感觉就是反光。对，当然要确诊的话，还是要到医院做一个这个血红蛋白的检测，看看红细胞这含量有多少，如果低于我们的正常值，那有可能就是贫血了。熊博士说，贫血可以从日常生活中通过食疗的方法改善，增加铁元素的吸收，改善我们的造血功能，提升我们血红蛋白的吸收，比如多吃这些食物。动物的肝脏，动物的肝脏、动物的肝脏，对对，当然了，动物的肝脏一般我们这个常见的了，比如说这个鸡啊、猪啊、
啊，这些比较常见。那么动物的肝脏，当然我们吃的时候大家要注意，尽量的那个避免这种煎烤烹炸的方法。比如说有个猪肝汤，哎，猪肝汤，嗯，这样就比较好，啊，就比较好，啊，而且呢，相对来说呢，对那种铁元素的丢失比较少。那除此之外呢，还有这个红肉，动物的肉，红色的肉，你像鱼肉什么，哎，这白肉，哎，跟这个牛肉啊、羊肉啊，这红肉，哎，这些要多吃，因为这里面含铁元素比较多，啊。那么除此之外，还有我们的这个植物，你比如说这个黑枣。黑枣能补血，那么当然除了这些补血食物以外呢，我还不能光吃这些，还要通过一些辅助的食物，补充维生素 C 和新鲜的蔬菜。除了这些食物能很好的补充身体所需元素，熊博士还给我们推荐了一款药膳，对补血有很好的功效。那么我们在那个给大家推荐一个药膳，我们叫做桑葚红枣猪肝汤。那么在这个药膳当中，一般我们用半斤的这个猪肝，切成片，然后呢，再用那个20克的红枣，再用我们那个10到15克的桑葚，炖做成汤。这样的话呢，早晚各一次，能够起到很好的补血养血的效果。严重的贫血就应该到医院里去输血，进行治疗。当然，如果是一些轻微的症状，我靠的熊博士提供的各个治疗方法，大家一定会对你们有帮助。好，休息我们进入广告，广告之后更多精彩内容不要错过，马上回来。99元，买正宗文山好三七，就来南昌、上饶、宜春、吉安井冈山宾馆一楼都市严选，赣州赣南日报社旁等十地市都市严选。云南文山产地直供，外形饱满坚实，表面光滑，省去中间加价环节，从原产地直接到各都市严选。买正宗好三七就来都市严选，品质好，价格低，优级三七，低至每斤99元起。真柚源于母乳灵感，六珍清脾配方，亲和人体 SN2 RPO 分子结构 CPP 双重益生元。看江西都市频道，向育婴博士豪华大礼，育婴博士奶粉贝因美出品。举手之间，厨房无烟，帅风提醒到就是这么健康。广告之后，欢迎回到浙江传媒电视冠名播出的《体保通感》。我们《体保通感》有一个宝马群啊，立了好多年，每年都是立的分享啊、交流啊，写的我为龙，写的你为龙，写的最近我想家的事。哎，我是觉得哈，虽然交流是一桩好事，但是我劝大家，从约这个朋友啊，一定要多休息，少管手机啊、电子设备啊，少管电视。关于啊，各个老年约之上给的问题，别急，不是龙，告诉我们自干不灵。今天的幸福味道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依然是请到了陈姐。陈姐有一个问题啊，就很多宝妈都在问的，这个要来咨询一下你。很多的宝妈为了说，哎，发奶让孩子多吃到一点奶水的话呢，就自己也吃很多很多，一生完孩子就一大碗一大碗的往肚子里倒，这种吃法正确吗？吃的多少跟奶水的多少是没有很大关系的。奶水一般它有四大要素：一、充足的睡眠；二、愉悦的心情；三、补充足够的水分；四、宝宝多吸吮。跟我们做到这四点然后奶水就已经够了。那么对于刚刚生完孩子的产妇来说，他们应该怎么样去吃东西，怎样的饮食才是最为健康、最为科学的呢？因为产后宝妈们的脏腑器官呢，它是受了一定的损伤的，所以我们主张的是少食多餐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陈姐又给我们准备了什么好吃的月子餐。首先把瘦肉切片，锅中加少许的油，把肉片下入锅中翻炒片刻，然后加入香菇片一同翻炒，接着加入腐竹和甜椒，翻炒片刻之后加少许的水、盐、生抽调味，等汤汁收干，这道菜就可以起锅了。接下来我来尝一下味道。我
就是对香菇有一种特殊的情结，因为所有放了香菇的菜我都觉得，首先从它闻起来就很香，然后吃起来呢，香菇的这个口感和味道也是很独特的，然后再加入了这个腐竹，腐竹呢是可以补充一点这种植物蛋白在里面，因为它可能是豆制品嘛，是吧？对，它富含蛋白质了，还有矿物质了，还有可以补钙了。尤其是产后妈妈通过乳汁大量流失了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吃一些补钙的食物，像那个腐竹还可以补钙。那香菇呢，它是富含香菇多糖了，它是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了，还有那个它也通常润便了，它还可以保护肝脏了。那还有这个瘦肉，因为我是不喜欢吃那种很大块的那种肉的，如果是弄成肉丝或者肉片的话，我就觉得我很可以接受它。这个肉片也是经过了处理的，它口感很嫩，对，特别嫩。然后这道菜呢，一个是从刚才沈姐说的功能性比较强，因为它可以补钙，补充这个蛋白质，还可以补充这个，对，对于他来说呢，因为产妇生完孩子之后很容易出现这个便秘，所以他还有润肠通便的效果，所以从功能上来说他也是非常的齐全的，非常 OK。 然后从这荤素搭配，颜色搭配，看到这么丰富的颜色菜，我觉得心情也会大好，就食欲大开的那种，所以我觉得这道菜呢我也要给他满分。这道菜用料简单，但食材丰富，一口下去不但浓香四溢，而且口感层次丰富，既有脆甜的彩椒，又有绵软的腐竹，还有浓香的香菇，味道绝对能让月子里的产妇们惊艳一把。今天的女子餐弄起来是干干淡淡，清清爽爽，不油不腻对于我们弱女子的朋友，而且特别有喜欢的朋友，就这个方法是该让东西搞的。好，休息，我们进入广告，广告之后更多精彩内容不要走开，马上回来。金阳六种坚果，六六六，六种坚果，营养六，液体坚果吸收六，每日一瓶，心情六，生活智取，更能吸收六种坚果，一瓶就够六啦。金阳六种坚果，真有源于母乳灵感，六珍清体配方，亲和人体 SN2 RPO 分子结构 CPP 双重益生元，看江西都市频道向育婴博士豪华大礼育婴博士奶粉贝因美出品。八百里洞庭，长康118000亩绿泰菜籽家园，绿泰只优选头一道压榨菜籽油，长康绿泰初榨香菜籽油，家常菜用绿泰。广告最后更精彩，欢迎来看回来。我的秀采访帅峰年纪冠名播出的体保广告，举手之间厨房无烟，帅峰提升灶就是这么健康。接下来是晚间家父共同期待的美食秀盖，今天要带大家去一个地方专门吃年来了，跟着我们的秀盖小组马上出发。还有事就我来了。你当然了，能跟我一家给你吃回锅是吧？我能是绝对没有错的。那倒是，资深吃客嘛。慢慢。是讲不，你还晓得我妹妹啊，今年是高考，我给她要办一个哥哥升学宴嘛。考得还可以，是吧？就在讲大家来。对，应该的。但是呢，我要找个比较合适的店，我又是个业务去，我不咋个。哪是个业务？这第一个哈，哥哥的菜的味道，那肯定是一定要好的。一定要有点特色，最好呢是说强卡个各种广味菜，广味菜，大家都喜欢嘛。对，我第二个呢，也就是大家都是各种被开餐过来了，我肯定有个好台个停车场，个停车又方便。有道理。我第三嘛，就是我有可能想个有差不多是七多桌吧，七多桌最好这个台地呢要摆得很多。挺有的。店还要有特色。店还有特色。是嘛，生意我愿意去嘛。最好这个都实力啊，最好是你个挺热情的，我喊了半天我就可以滚过来噻。哎呀，那要求都是蛮多嘛，不过这个要求都很合理嘛。难不倒你，老子找到了我哟，找的别你都没有用。没有，有好。给我嘞。这个有啊，来了。
看到没有？渔民村洪都北大道店，看到吗？方便不？方便方便。上高架下高架这里都有狗。哎，你就说离电视台近不近？离得近，而且啊，我从中国到俄罗斯中心随便从哪边过来都方便。对，啊，第一个要求离海里近啊，再满足一个要求，你再看看这里停车场大不大？哎，另外，停车又是用的，是没问题。连电问题都没有。那好，好，已经满足了你两个条件，那个、另外两个条件，来进去再看好不好？好，哎，等一下，大喜大喜。哎，怎么样？这个感觉？哎呦，不行啊，真是满意，太帅。哎，跟到尊重家翻修用的哈。就是在尊重啊。对呀、啊。我这活的相当好，平时哎有个闺蜜嘞，哎还蛮有经验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来，你再给我过来个翻译啊，是真的很有那种渔民村的感觉，是不是？果多捏个品种，当然了，我娃你也是娃不住心的闷到嘞，搞好吧？我叫什么老板嘞？跟你介绍一下好不好？哎，王总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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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总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哎，我想给我们介绍一下，你看你这里这么多品种的鱼啊，这个、啊、有些什么吃法或者什么品种？啊，你像我们这个时候像都是大头鱼、花桂鱼，这个花桂鱼分了两种，我们这边的是大眼桂，这个是比花桂更加肉质要很好，好很多。像这种黄鸭头，我们这边也是全野生的，然后就是我们这边的。八甲鱼，哇，六年王八，哇，这个甲鱼个儿好大，我刚刚看的，这有多少斤呢？这个都有四斤多或者快四斤的那个那么大，我看我都养了有六七年的，哇，最少是六七年的。除了各式鱼类是渔民村的特色，明档式的看菜点菜也可以让食客们很好的选择自己喜欢的菜肴。那今天的菜正在准备中，我们去瞅一瞅宴会厅。亲爱的来宾，亲爱的朋友，尊敬的女士们、先生们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大家中午好。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子，天降吉祥，喜气洋洋。人生有四大喜事：久旱、逢甘露、踏春。欢迎您。什么这个感觉有没有啊？金榜题名时啊。先溜达呀，丽姐哈，等到了你啊，我来。你看，我过台厅还骂好哈，想问一下，我一会又摆几多桌啊？这边可以摆116桌，怎么样？符合不符合你的要求？非常好。好，那都符合你要求了。下面就是我们要尝尝这个菜的味道了。哎，果果是最关键。哎，请问一下，王总都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。好。哇！不错，好带着蚊子闻的吧？哇塞！我还没开始家，我就开始溜达去。闻这个菜啊，色香味俱全。首先这个色，我就看着就觉得，特别是这个鱼，你看看。这鱼汤都泛黄，奶黄奶黄的，看起来就好吃。我先放了几个蛋。这灵活的鱼头真的是鲜鲜。江西一直被大家称作鱼米之乡，这灵活的鱼类也深受大家喜爱。来渔民村，这口富含满满胶原蛋白的熊鱼头汤绝对不能错过。哦，同样不能错过的还有六年的甲鱼。哇，我得了啊！甲鱼要不就吃裙边，要不就吃它这个脚。哇塞，一看就好 Q 弹，我要咬一口。简直是太好吃了，夹进嘴巴里粘嘴巴，装进尾气的粘嘴巴，有一 sale 极高 ，sale 极高。我们再算上这个也是招牌菜，三杯鸡。三杯鸡，哎，为什么这叫三杯鸡啊？这你就难不住我了，我资深吃货。一杯猪油，一杯这个酱油。然后一杯米酒，哦，用了个三杯鸡的那个鸡是吧？对，三杯鸡。不过鸡应该养也蛮有保障了。那废话，它是山上那种跑地的，跑地鸡啊。放养个，对嘛？这个有回味，你觉得呢？带点那种淡淡的甜味，对，鲜甜鲜甜。对对对对对，有点咸又有点淡淡的甜，嗯，特别好吃。除了镇店三宝，胖头鱼、各色六年王八、招牌三杯鸡。来渔民村，好吃的还有这些。哎呀，怎么样？这个菜的味道你已经尝过了，我觉得你的第四点要求是绝对符合的，菜的味道很好，过关，对吧？都过关了。那么你的四点要求，我觉得这家店都符合。第一个，交通方便，离台里近；第二个，停车场很大，是吧？可以停15-16辆车。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15-16桌的一个宴会厅。对。最主要的是菜的味道确实是很棒。
原材料就很好，对不对？嗯，而且通过这些弹性，对，而且菜都性价比蛮高的，因为咱们就两个煮饭，两个加饭。溜鱼片是吧？性价比高。嗯，一会儿我们要尝尝这个溜鱼片啊！而且你发现主食都不用点了，你看见面没有？哎，底下那个焦泥汤啊，最有爱的，把这个面。哦，那里面呢？阿姨，我再来几把小两三碗。天哪，这是什么味道？什么味道？这么好的店，赶紧要推荐给大家，对不对？嗯，哎，地址在哪嘞？哎，地址很简单啊，就在我们的这个洪都北大道1089号。嗯，店名就是渔民村。嗯，非常好找，它门头的也很大。环境确实是很好，主要是味道绝杀。哎，南昌的朋友们，想吃的话，想解馋的话，赶紧到这儿来试一试。渔民村一两个三个字就写的，隔一家店最大的特色就是呢，写的黄豆有几年，茶林水几年，还有长江八年，反正你想不到的呢，应有尽有。哎，另外呢，如果说啊，有些的各个生蚝宴呐、宝宝宴呐。寿星纪念个年费呀、啊，等等等等，都可以放得的啊。个年名村呢，这个台顶可以摆将军我去找去，应该是够了。反正呢，像你那个好地方，大家都不要错过。欢迎收看由江西省文联、江西广播电视台、江西省扶贫办主办，江西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、江西省舞蹈家协会承办的2020全省群众舞蹈大赛“润甜脆一起跳舞吧”。本场比赛在新余火热开赛，这会儿比赛还没开始，一起跟随我们的镜头去看看选手们的准备情况吧。一到现场，小编就被这整齐划一的舞蹈队伍和他们洪亮的口号给吸引了。别说，这支队伍还挺有意思，队员们都是女同胞，而打头阵的是队里唯一的男同志。老师也是你们的学生。对，我们第二名是冠军来的。阿明用人加油。接下来咱们要看到的这支队伍虽然年纪不大，但个个都是充满了力量的舞者。本次舞蹈大赛在新余报时广场举行，尽管时间还没到，热情的新余市民已经早早地聚集在广场周围等待比赛开始。贴心的润甜脆工作人员也给每位来到现场的朋友准备了矿泉水，伴随着傍晚的阵阵微风，比赛也正式开始了。想起远方的山川，想起海边看海鸥，不管风雨有多少，有你就足够。首先开始比拼的是少年组的队员们，别看他们年纪小，舞蹈种类可不少，不管是民族风、现代风还是街头风，小朋友们在舞台上都跳得有模有样。最终新余街舞委员会一队带来的耀武扬威，以优异的表现拿下了少年组的冠军。我们少儿组的冠军团队终于出现了，就是我们的11号团队，再次的掌声送给他们。小朋友们来，这年岁水抱着我们下去，赶紧补充一下体力。恭喜我们的11号小朋友，同时也感谢我们前面的10位小朋友。那今天你们赢了这么多哥哥姐姐，你们觉得自己厉不厉害？厉害。你们心情怎么样？接下来进入比拼的是青年组的队伍。进入青年组比赛后，各位评审们对于舞蹈的功底和专业度也有了更严格的要求。经过现场3位专业评审和大众评审的打分，最终新余街舞委员会2队拿下了青年组的冠军。心情怎么样？好，那接下来就要到这个省里面参加比赛了，有信心吗？有。最后
后上场比拼的是中年组的队伍，舞台上他们挥洒热情和汗水，把最美的舞姿留给了台下的观众。经过一轮激烈的比拼和投票，最终夕阳红艺术团获得了中年组的冠军。冠军队伍的产生，2020润田翠一起跳舞吧新语场比赛也告一段落了。没看够的朋友们别担心，接下来我们还将在上饶、鹰潭、宜春等多个城市进行比赛，角逐的冠军最终也将在南昌参加总决赛，记得持续关注哦。撤场撤场，走进原产地东阳红木工厂直销，因场地租赁到期，9月14号晚6点准时打包撤场回东阳，为最大限度降低返场物流费用，减少装车运输带来的磕碰损失，现场剩余家具不计损失，就地大甩货，统统一口价抄底，仅需18000，绝不补货，绝不延期，数量有限，速来抢购。活动已经到了最后几天了，现在啊，现场抢购的人甚至比刚开幕的时候人还要多。哎，没错，最后淘宝能省钱，肯定都要来捡捡漏了哈。我看到现场呢，还剩下了几百件的精品红木家具，像原价10多万的沙发呀、大床啊、餐桌这些，最后厂家是不计成本，彻底的拿出了甩货价，只要18000，比买普通的实木家具还要实惠。红木沙发18000，餐桌18000，顶箱大柜18000，茶台18000，半台18000。博古架18000，多种材质，多个款式，撤场前统统18000。这次活动呢，不补货，不延期，省钱捡漏的好机会，只有这么几天，您可要抓紧喽。像我们今天买的这一套，对于我来说，我觉得价位也合适，而且，颜色呀，不管款式啊，我都挺喜欢的。工薪阶层嘛，我觉得还可以，不到20000块钱，我买了7件套，超级划算。厂家直销也便宜，东西也好，也实惠。啊，真的，我们国百姓们就图了个实惠，和电视说的一模一样，货真价实，值得买。现场锯开红木看材质，沉水试验见真假，平时高不可攀，撤场18000，大抄底，最后甩货来捡漏，抢到就是赚到。展会马上就要结束了，这可是捡漏的最后机会了，不买上两件呢，心里总觉得亏得我，买一件少一件喽。七天无理由退换货，3天免费维保，成交即可报销，往返路费。撤场时间9月14号晚6点，活动地址南昌绿地博览中心 B 馆。舒筋健腰丸，传承陈李济400年制药精髓，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、腿疼、腰膝酸痛，强筋骨、屈疼痛。对症。老牛可真牛，以前呢，工作业绩突出，牛。后来呀，跳舞、打球也突出，牛。可现在，老牛因为腰椎间盘突出，引发腰疼、腿疼、腰膝酸痛。哎，用舒筋健腰丸，传承400年陈李济制药精髓，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、腿疼、腰膝酸痛。强筋骨，屈疼痛，舒筋健腰丸。是的，舒筋健腰丸，广州白云山陈李济。按疗程服用，效果好。好，观众朋友们，今天的节目又跟大家来再见。我的是明亮，我们点播纯电奉献的体育宝，动感我下次让你老师看锁定光的秀导开心玩乐坤体宝，明亮再见，拜拜。接下来做的这道菜呢，比较应该说是脆脆的爽口菜。对对对，它笋尖炒腰丝。腰丝哈，可能平常我们这个炒啊，就是这个凉拌呢、是比较多的，但是很少会跟笋尖一起来的。对。